阿芝麻，哎，你去叔叔嫂，你说不是吧？我只找你小妈，你小妈说我找不到你人哎。你去找我小妈啦？哦，你们没得人在家的。我。你今天在说读书没有？你帮我说了吧。你咋？我那天来找你，你也没在屋头的。你咋晓得我收东西了哈？哟喂，你现在都是出了名的嘛，你给得很。没有。你今天收不收嘛？帮我收了。我今天啊。哦。这。你做嘛，这儿有。你帮我说了嘛？你帮我说了嘛？我找到你，因为平时我要去干活那些，我们的时间也不对头。哦。你现在都做了。麻烦你要帮我说了嘛？收不收呀？哥姐叔叔阿姨们，这里有一个小妹妹，她拿着东西认可是不是？阿甲哥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认可她，她绝对会心里面会很开心的。这里有一个小妹妹，她拿着东西说。哦，我拿了纸箱过来，我不晓得你收不收这些东西啊。对，这是我自己找来的。你自己找来的。哦，晒干了了吼。我这些都是晒干了。老婆，哎，我的那个谁谁了？哥姐叔叔阿姨们，要不要给她收呀？他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现在在啊，整个在教我收山货，就是帮我们这边的村民把他们的山货分享给你们外面大城市的人，因为你们很多人外面的城市里面没有我们大山里面的这些山货野货，所以的话现在阿强哥教我在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很多人都找到我，这我都还不敢去收的，我都不知道还怎么去做，我都是打贴纸找来的。打听了好多哦，你上次来吗？没找到你，没在屋头啊。你上次都过来了，没看到我是吧？哦、要不要给他收了？哥姐叔叔们要的，打个收字啊！哥姐叔叔们收，是不是？这是好事是不是？就麻烦你帮我把这些收了嘛，因为我们那街上芝麻有余钱也吃不到。来，那你打出来我看一下嘛、哦。你看你要不要嘛？哦。好，你打。但是我这个东西嘛，紧开得很的。哦。干嘛？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明天再说，等阿强出来。我为什么要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先去学习一下，先就是让阿强哥知道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在做，对不对？不管他现在有没有在我直播间。你看嘛，这些你要不要嘛？哦，我自己找的。晒干了嘞。哦。啊不，这么发高兴，发高好看呀，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个的直播间的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个的？我为什么会努力的去学习？为什么没有当着阿强哥的面我也去收这个上货？因为我喜欢阿强哥。不要告诉他哥姐叔叔阿姨们，不要告诉他，我想要去把自己做的，就是我希望我能进步，希望自己能够优秀。才配得上阿强哥，你们说是不是？支不支持阿曲墨收山货？支不支持阿曲墨去学习，变得越来越好，这样我才能配得上阿强哥。支持阿曲墨收山货的，打两个字支持，我看看有多少啊！哥姐叔叔们，打两个字支持，我看看有多少啊！单身，对，这个是单身。哦，我这个找了好久了，晒干了嘞。晒干了。你闻嘛，闻到味道闻到嘞，都药闻嘛十足嘞，我这个。真正的好得很。太阳下干了后，这个东西支持是不是？来这样子啊，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这个东西刚刚我看到很多人都飘出来了，支持是不是？谢谢，所有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给阿曲墨这个机会，谢谢直播间所有哥姐叔叔阿姨们给阿曲墨这个机会，给阿曲墨这个学习的机会，认可阿曲墨哈。来，这个是单身，直播间的女性姐姐们、女神姐姐们扣一，我看看有多少女神姐姐。扣一，直播间的女性们扣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说只有女生可以吃，这个东西它叫丹参，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拿来煮水喝，其实它是很多人会告诉你们它可以泡水喝，但是阿曲墨这边不建议你们泡水，阿曲墨这边更推荐你们去煮水喝。为什么呢？我们拿去煮15克左右的煮水喝，给它把它里面所有的价值给它煮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特别是女生姐姐们，我们每个月我们的好朋友就会来，对不对？每个月我们的好朋友都会来。有时候我们的好朋友他来的不准时，有时候我们好朋友来了，我们挺受罪的。对不对，哥姐叔叔们，这个吃了非常非常的好，拿去煮水喝，拿去炖鸡吃，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煲汤喝，知道不，哥姐叔叔们？这么多女神姐姐是不是？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啊，姐姐们，你们信得过阿曲墨的？这样子，
想要我们想要阿朱们手上这个单身的各级叔叔们飘耀字，阿朱们给你们问一下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我已经给你们验过了，看到没有，正儿八经的真正的单身，单身单身，我跟你们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知道不？电话响了，电话不是我的，是那个小妹妹的，不是我的哈。要不要给他说了要的打个耀字，要要要，是不是？对，单身很难得的，给你们个。咋个说的嘛？咋个嘛？这是这不嘛？这个嗯，太古巴不跟啊？你怎么说？咋个说的嘛？我这个是我自己挖了很久的。你自己挖了很久的。哦，而且还下岗了嘞。来，各位技术帅们，你们知不知道收多少呀？这个，对，收好好要验货。这个里面真的，我给这样子一闻。你闻嘛，味道很浓嘞。一闻都闻得出来，它是跟、它是跟你们那种大沙，就是外面。山外面看到那些东西不一样的，跟你们棚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煮水喝哈，各姐叔叔们煮水喝。你说个价格嘛，你说这个东西啊，但我这个东西很好的哦、但是呢我嘛没有卖过这个东西，没有卖过，对，今年子嘛搞不赢，没有拿到县城里面去卖，今年子没卖，对，那我直接给你出个价格嘛，但是我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的哦，它要下岗了，我这个我挖了很久了，一般懂这个东西的人都晓得这个东西好，女娃儿我们一定要多喝这个东西，女娃儿吃，女娃儿吃、男生女生都可以吃，知道不？各位叔叔们，对的，我这不是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出你们那个外面大棚里面的东西的价格，各位叔叔们，是的，是啊，陈默本人哈，我在微信视频号直播啊，各位叔叔们，微信视频号，我在微信视频号是啊，陈默呀，这个账号里面在直播哈。来直播间各位叔叔们，我们之前收是收多少的？收这个价格的，100，有没有知道啊？什么阿强之前收是收100的，知道的各位叔叔们，全屏把100扣在公屏上，因为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山货，知道不？不是大外面棚子里面的东西，不是棚子里面的东西，所以肯定不是什么你们说的50、60的价格，50、60的价格可能是棚子里面的东西。哈，各位叔叔阿姨们，那棚棚里面的东西吃不得哦，棚棚里面的东西那是打了药的。哦，那是我们吃这个东西是为了它对我们的好，对不对？如果你们去吃棚里面的东西，给你们打了农药，给你们施了肥的那种，还不如不去吃，知道不？来100块钱给你收了，可以不？100块钱吗？你收是好多吗？100，你一次收的100吗？100，我前两天收过2次，是不是啊？100一斤，各位叔叔阿姨们，可以的，打个可以，100块钱一斤，我们全部给他称了哈，各位叔叔阿姨们。来嘛，那就100块钱嘛，因为我背回去嘛，我离你们这还是有点远。何姐不能带，你来嘛，你可以是不是啊？那给他称啊，我拿一锅先砍的，一下可以来嘛，一下哈，让这个小妹妹给他称一下，哥姐说出来嘛，你们看，你们比较一下，大山里面的东西，它可能没有你们外面的东西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像我们山里面的女生，我们的皮肤就特别特别的差。我之前去到杭州，去到上海，哇，原来外面的姐姐们的是那么的白，她们的皮肤是那么的好。山里面的东西，我们天天的、常年的接触。是时间，好，是时间，好，你自己再称一下不？我称出来是时间。不用我砍刀，你砍嘛，我砍刀来，是时间，好。看到没有，我给你倒一点出来，一点没有倒完哈，你啥时候抓不上了。好，14斤，各位姐叔叔们哈，来这样子的，14斤八，全部记一下，各位姐叔叔们，看到没有，正宗的，它里面是这样子的，你们放心，信得过阿曲墨的，阿曲墨给你们纯真纯正的东西啊，各位姐叔叔们，单身这个事儿。来，已经给你们称好了。这个的话呢，直播间的女神姐姐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它叫丹参，我们拿回去炖鸡吃，拿回去煮水喝，知道不？煮水喝的话呢，我们一次煮10克左右就可以了，知道不？煮20分钟左右，也可以泡水喝，但是泡水妹妹不是很建议你们泡水，煮水更能把它里面的那些价值给它煮出来，知道不？各位叔叔们，女神姐姐们去吃，每个月你的朋友来的不太准时，你的朋友来了你很难受的，一定要去吃。啊，该结束衰吗？我收是100块钱一斤收的，我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的，想要的把药字扣在公屏上，要的人多我就半斤半斤的给你们上车。阿春梦这边的话呢，是收多少给你们上多少的，现收现卖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只能要的人多，我就半斤半斤给你们上车。阿春梦也不挣你们多少中介差，我也不挣你们多少中介差，我就挣你们多少，挣2块钱。然后也很感谢能吃哈，能新吃啊，五一班能吃啊，什么就挣你们2块钱，一单挣你们2块钱，什么其实啊，什么也可以挣一天挣200，一天能挣200差不多，知道不？
谢谢你们对啊，全部的支持啊，该结束什么？要要要，是不是啊？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掰开，直接这样子，对不对？用手这样子去给它煮就可以了的哈。来，打了要字的该结束什么哈？半斤给你们上车，半斤是50块起售的，直斤59块钱，半斤包邮，大家给你们那袋子里面还有，这个塞塞装不下了，所以的话就只没有倒完哈。来，准备好你们的手速啊，全部这边数三个数，直接给你们上车了，我们自己凭手速去带哈，该结束什么？来，数三个数，直接上车，3、2、1，上车。你们放心啊，各级叔叔阿姨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单身59半斤已经给你们上车了。阿楚们这边呢，你们放放心心的去排，没有不会说缺斤短两的，到你们手上都是足斤足两的。各级叔叔阿姨们，你们放心的去排啊，买半斤是不是啊？下发白色购物袋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各级叔叔阿姨们，拼手速去带，拼网速去带，你们可以截个图。所见即所得，哎，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阿曲墨给你们的就是什么样子的，你们信得过阿曲墨，信任阿曲墨的去拍个结束帅吗？你们信得过阿曲墨，信任阿曲墨的去给就去拍。我给你们的东西都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好的东西，山货拍了的各级叔叔阿姨们打个乙拍哈。对，不知道它有什么用的，知道它有什么用的各级叔叔阿姨们打在公屏上给不知道的各级姐姐们看一下哈。特别是特别特别推荐姐姐们去买，因为阿曲墨真的自从阿曲墨把视频阿强哥把阿曲墨的视频发在网上，得到了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得到了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认可，过后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都发信息给阿曲墨鼓励阿曲墨支持阿曲墨，所以阿曲墨肯定也会给你们分享很好很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棚里面的东西，你们外面都买得到的东西，阿曲墨不会去给你们，我只给你们正宗的好的东西，所以你们放心的去拍，然后截个图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以拍加急哈。好的哈，好的哈，好的哈，谢谢所有各级刷友们的支持啊。煮水喝，妹妹这边是很推荐很推荐你们去煮水喝的，煮水喝的话我们一天一次煮个10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拿来煲汤喝，知道不？煲汤喝也可以，就是炖鸡喝也可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哈。快联系啊，强哥联系不到呀，他不接电话呀哈。来，拍了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回来打个乙拍。对，这个段鹏有个姐姐已经帮我抠出来了，各位姐叔叔阿姨们，你们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的，可以去公屏上面看一下。网上经常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刚刚都说我找不到阿强哥，我心里很心慌，对不对？但是那是因为我找不到阿强哥的原因才会心慌，是不是？那平时我们莫名其妙的有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去喝，知道不？各位叔叔阿姨们，来，现在已经只有两单了哈，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只有两单了，带得到的就有，带不到的就没有。我们懂生活懂品质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平常你们都会去买一些就是反正比较注重家里面的人的健康的，可能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我们就去排就可以。现在已经只有一单了，带得到的就有，带不到的就没有哈。别的没到呢，是不是啊？那可能是快递慢了，他可能是在路上，可能就是分开了那种，知道不？你多耐心的等待两天可以吗？啊，豹子粉不苦的哈，各位说没？现在只有一单了哈，你经常喝是不是？我是段姨，我经常喝是不是？真的懂生活懂品质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去带，因为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东西它叫单身哈。是的，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哈，你们带得到就有，带不到就没有了哈，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对阿曲墨的支持，感谢你们一路以来鼓励阿曲墨，支持阿曲墨，陪伴阿曲墨，对阿曲墨的认可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拍了加油阿曲墨，谢谢谢谢。对，可以煲鸡汤的哈，可以煲鸡汤的，可以煮水喝，都是可以的哈。来，你还带了其他的啥子哦？还有，还有这个东西，这个嘛，真正的是宝贝。一不，我这是雪地里面挖来的。雪地里面挖的，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猜一下，雪地里面挖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吗？啊，这个小妹妹还找了其他的东西，雪地里面挖的，你们猜一下。这个是我爷爷他们找的。你爷爷帮你找的？你找的？我爷爷他们找的。哦，你爷爷他们找的，不是你找的。你爬不上去吧？爬不上去。你们猜一下是什么东西？哇，这么多哥姐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了，你们怎么知道的呢？你们怎么知道的呀，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来嘛，我倒给你看嘛。很多很多人都猜到了，很多很多人都猜到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这个东西啊，有点贵哦。有点贵啊？对，我这个东西是当时吸收了很多雪山雪水的。吸收了雪山雪水的一个东西。真的，我真的是个宝贝，我这东西有点贵。
哇，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嘛。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一下把你抬贵了嘛，我们收不起哦。哎，合适的价格嘛。来，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来看一下，认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认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认识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扣在公屏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很难得、很难得的，很不好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地方才有。海拔4800米的地方才有，它是常年的累积喝了雪山雪水长大的，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它叫雪参，它叫藏雪参，知道不？还有也有人管它叫什么雪人参、玉人参，因为这个东西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它对我们，特别是我跟你们讲，中老年人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的，晚上经常加班应酬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好。而且这个东西它吃着不苦，它就跟胡萝卜一样，我们拿来煲汤的话，它有一点点像胡萝卜一样的那种一点点带一点点回的味道，你们不用担心它苦。我们拿来炖汁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绝绝子，真的天花板级别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拿来煮水喝，哇，真的这个太好了。我这个都是男人吃的很好嘞，男人女人吃的都很好嘞。男人，啊，这小妹妹，真的嘞，嗯，这小妹妹说话，嗯，这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嗯，有没有想要的？一顿煮15到20克煲汤，煮15到20克，煮水3到5克，泡水也可以，但是要泡20分钟以上才喝，这样子他就把它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给它弄出来了，知道不？哈，什么两口子吃哦？来，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想要这种海拔4800米的这种藏雪参的？我跟你们讲，这种东西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什么给你们种出来呀，怎么样子的？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们种出来。我不是，我这是雪地里面挖了嘞。哦，挖嘞挖嘞，不是种的，挖嘞挖嘞。而且我这个没有晒干，这些雪是很大的。哦，没有晒干，这就是很大的。你看嘛，人吸收了雪山雪水，晒干过后那就变小了。好好好，好，谢谢加入妹妹的粉丝团。有没有想要这种藏雪参的？想要给家里面的人带一点回去的？懂生活、懂品质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平常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注重保养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来，滚门上面扣一字，我去给你们问价格。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先去了解价格，再看要不要。雪参、丹参能一起吃吗？能一起吃。怎么买？想要的，把钥匙扣在公屏上，我去给你们问价格。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先把这个给它定下来了，再去跟讨论价格。这个在你们外面去是400-500块钱一斤的，绝对绝对，阿皮莫敢担保，绝对绝对卖得到。因为我们这边的包子1块钱一个，上海的包子20块钱一个。这一根都可以分3次吃，分4次吃了，知道不？那你这咋买的嘛？太惨了，我这个都是亏哦。好多吗？真的难找得很，200块钱一斤，两百。哦，就是我这个物有所值嘞，我也找这个东西，真的找了很久，那脚都已经找那个铜川王去了，脚底里面挖来的嘛。这个东西外面人是吃不到的，那外面人吃的都是棚里面的，外面人那种是打了药的。我这个是真的是雪山雪水正儿八经抽这种的藏雪参。对，这个姐姐她确实这她可能看着比我小，别的地方500-600是不是啊？这不，这个小妹妹确实她说这个她爷爷脚和手都长那个冻疮了，知道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雪山雪地里面去挖出来的，知道不？啊，雪山雪地里面挖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去收货？为什么要去带货？首先，我想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想要每天挣个100-200块钱，好给我的孩子好一点的生活，给他好一点的教育，然后我自己也能又变得优秀一点，配得上阿强哥。因为我跟你们讲了，我喜欢阿强哥，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就是先提升自己，再去追求他呢？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支持的，打2个字支持。那这样子吧，妹妹你也不说200，是不是？你其他的东西我都跟你说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说200-300的，我也不说啥子100的，我们还是按我平时的收的价格140。我前两天140啊，前两天阿强哥带我去收都是140收的，140一斤。因为我这个都是真的，它的价值真的不只值140哦。
我这个东西外面很贵的，外面很贵的，对，外面肯外面那，而且你外面吃到的不一定是真正实实我们大厦里面的东西哦。那外面它肯定是贵的，为啥子呢？因为外面他们确确实实没买不到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这边我们不需要经过别个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找的，对不对？自己在山上找的，自己在山上挖的，我们不需要说啥子，这都是我们自己就跟自己家里面一样的。那人家外头的是经过很多道的人的手了，经过中间啥的，中间差的，他肯定要卖的贵。那我们这是一手货源，对不对？那肯定要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是不是140哦？啊，140，全部收完嘛？全部收完，给你嘛，给你嘛。好，来你称一下嘛哈。来，各位姐叔叔阿姨们，140哈，140一斤，我们给他收了，因为之前强哥带我收的都是这样子收的，对不对？支持啊，全部鼓励啊，全部信任啊，全部的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啊，全部给你们好的东西啊，全部这边给你们好的真正实实的东西。如果啊，全部给你们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我们要倒完哈，好好哦，酒精哈，酒精五两，酒精五两，酒精五两，来。酒精五两，各级叔叔阿姨们，你自己记一下价格哈，记一下数量。来，各级叔叔阿姨们支持，你很优秀。我们把他的东西收完了，给阿强哥打电话，看看他前面我们给他打电话他没有接的，是不是？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收完了，给阿强哥打电话，然后我们给阿强哥表白，好不好？好不好？没有皮，他是直接拿一个袋子称的，没有皮，一个袋子能有几两嘛？是不是？来，各级叔叔阿姨们哈。这个是雪藏雪参、雪人参、玉人参啊，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等一下给阿强哥打电话好不好？好的，全屏打好，把这个小妹妹的东西收完了，我们给阿强哥打电话，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前面我已经给阿强哥打了，我说鼓起勇气跟他表白了，但是阿强哥没接电话，我们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也给阿强哥一个机会，好不好？好的，打个好。好的好的好的，你们要多多鼓励我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像家人一样的一直支持我陪伴我。来，我们没有加入阿曲墨的粉丝团的，给阿曲墨加一个粉丝团，点个免费的关注，免费的赞赞，可以吗？各位姐叔叔们辛苦你们了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好好好的哈，看到了哈。来，对，藏雪参，各位姐叔叔们，这个是藏雪参。我们懂生活懂品质，平常都会去弄一些什么保什么品呀那样子去吃的，哎，晚上这样子不太好的，对不对？然后呢经常加班熬夜工作的，平时多喜欢多喝一口多抽一根的，对不对？各位姐叔叔们，您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可以拿来煲汤，煲汤煲什么汤？炖鸡，它的味道我跟你们讲天花板，绝绝子了。炖鸡，藏雪参炖鸡那是真的绝绝配呀，各位姐叔叔阿姨们。而且你们也不要怕说它难吃，它是跟那个胡萝卜一样，有一点点带回甜的味道的，知道不？不上火，你我们平时放到阴凉处就可以了，知道不？平时放到阴凉处就正常的放到阴凉处就可以了，知道不？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拿煮水喝、煎水喝，我们一次呢煮5到10克这样子去煮水喝、泡水喝都可以。但是妹妹这边。你的都快吃完了是不是啊？但是妹妹这边更建议你们拿去煮水喝，拿去炖鸡吃，非常非常好，也可以拿来泡酒喝哈，赶紧叔叔阿姨们哈。塞子没有一起称，塞子不可能一起称，塞子一起称的话我就亏死了，这塞子都有2-3斤了。来，想要这种藏雪参、玉人参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哈，炖排骨也可以，对的哈。知道它有什么作用的，公屏上面扣一波哈。来，想要的扣一，把小一扣在公屏上啊。什么今天你们都知道的，我不会说什么。哎，我说140，我卖你们200，你们去外面买肯定买200-300的。阿曲墨说不会说给你收140卖你200，不会。阿曲墨这今天直接把价格透明化，我收成140，70块钱半斤，是不是？阿曲墨挣你，这样子吧，今天这个只挣你们1块钱，只挣你们1块钱，我一天也要挣个100-200块钱来养活孩子嘛，是不是？希望所有各级叔叔阿姨们能理解一下哈，我们就70块钱收的，想要的把小一颗在公屏上的各级叔叔阿姨们，今天直接78半斤包邮到家给你们，78半斤包邮到家给你们哈。来，想要的扣了小一的各级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你们手速，数三个数直接上车，3、2、1。我买的血液收到很好，是不是？来，各位叔叔阿姨们，已经可以了哈。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78半斤藏雪参已经给你们上车了。78半斤藏雪参已经给你们上车了，需要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自己凭手速去带半斤，是不是？我们点击进去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这个吃了有什么用，您可以去某网上面某度上面去了解一下，这里也有一些姐姐把妹妹抠出来了，你们也可以去公屏上面看一下哈。这个是正宗的藏雪参，它是吃了
吃了常年的累积和雪山雪水长大的，它才会有这种，这种地方低海拔的地方它是长不出来的，知道不？该解释出来吗？然后你们呢也可以截个图，哎，妹妹这边为什么叫你们截图呢？截图是给你们的，给你们一个保障，让你们对不对？所见即所得，您看到是什么样子的，您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们收到货，哎，你们带回家，不是阿群们手上的这个阿群帽，哎，不讲诚信，对不对？你们直接给阿群们退回来就可以了。这边运费都是我们这边出的，哥姐叔帅们，所以你们放心的去拍哈。上次雪燕还没有收到啊，姐姐，我们耐心的等待两天好不好？因为应该在路上了，已经全部你们拍了的，已经全部给你们发了的哈。来，哥姐叔帅们，我们拍了的回来打字已拍。对的对的对的，是的，乌黑乌棒，是的，两个都拍了一起发货，好的哈，黑乌棒，是的，真的，平时我们哎经常熬夜的呀，是不是经常吃上顿没下顿的呀，经常就是那种啊妈妈那种，知道不？各位帅们都是可以去吃的哈。然后哎，平时你经常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就会觉得就是怎么样子，你们都懂的。阿春梦这边的话呢不能多说哈，阿春梦这边不能多说，我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有些人就说啊，阿春梦你不像不像什么新手呀，什么新手老鼠的，阿春梦只能跟你们说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为了不辜负所有支持信任阿春梦的哥姐叔帅们，我为了不辜负阿强哥对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我一直都在学习直播，真的。但是这个山货我是不需要去学习的，因为这是我们大山里面的货，知道吧？这是我们大山里面的东西，我自己对它是很了解的啊，哥姐叔帅们，你们需要的去带，不需要的我们也不去带嘛。我们不要盲目的为了支持啊去冒，然后你不需要就去拍。但是这个的话呢，是真的。对我们家里面老人，对不对？我们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自己拼手速去带哈，哥姐叔叔们，现在已经只有两单了哈，姐妹们，拍了的我们打已拍哈，哥姐叔叔们，我把一个月的工资都拍了，为了这啥情况？谢谢草原的云，谢谢，需要的就去买，我们需要的去买，我们不需要的就不去买哈，哥姐叔叔们，不然这样子阿群墨怎么对得起你们呀？但是你们放心，只要你们是在阿群墨这边拍的，只要是在阿群墨直播间拍的，哥姐叔叔们，阿群墨现在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是阿群墨呀，这个号上在直播哈，微信视频号里面，最近有很多人在冒充阿群墨，冒充阿强哥，在给大家带劣质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在卖这个藏雪山的时候啊，我们在卖这个藏雪山的时候，他也录我们的播去卖，然后他卖给你们是什么种植的东西，大棚里面的东西。我如果你们都在阿朱莫和阿强哥的直播间买的，我们给你们都是真真正正的好的东西啊，哥姐叔叔们，我们截个图哈，现在只有一单了哈，哥姐叔叔们，带得到就有，带不到就没了哈，我们这边就先给他装起来了哈，哥姐叔叔们。一拍加急，好的，感谢所有哥姐叔叔们对阿朱莫的认可，真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它都是相互的，是不是？我跟你们讲，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开朗的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后面怎么，我觉得我又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我就是反正记得没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只知道他们说我小时候，我自己也能记得一点点，9岁之前，对不对？9岁之前他也是记事了的，我也是能记得一点的，知道不？然后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人，后面慢慢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们说是什么原因呀？我这还有一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你看你要不要了？好，你来看好吗？哈，来，哦，嗯。老街道上面招嘞，老树上面。老树上面招嘞。哦，老桑树上。老桑树上面招嘞。哥姐叔叔们，两斤泡多少酒呀？两斤泡15斤以上的酒了。哥姐叔叔们，两斤泡15斤以上的酒了。哈，你们小妈没有了，不要这么说。小妈她照顾我呀，是不是？她从我9岁就来我家了，她在照顾我呀。可能是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然后家里面，也挺好的，都挺好的，是可能是我自己长偏了，现在我在慢慢的找回我的自信，现在。
但是这份自信是你们给我的，是你们的支持，是你们的鼓励，是所有哥姐叔叔阿姨们给我的，是阿强哥给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们哥姐叔叔阿姨们。所以我也说，哪怕多好的东西，我就是在我们这山里面的人，让他们也能有一份收入的情况下，我自己不亏的情况下，我这里面一块钱这样子，我自己也就是维持一下生活，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儿子要养，大家都知道的哈。谢谢所有哥姐叔叔阿姨们对阿全部的支持啊！来，哥姐叔叔阿姨们，酒精棒记得的哈，哥姐叔叔们记得的哈。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认识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认识的？认识的扣在公屏上，哥姐姐们。这个东西哈，它是我们这边称之为什么？森林黄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它不是说你看得到你就能找到，它是树上的，树上长下来的，要能爬树，要能爬树，真的。这个东西我这样子问你们，直播间跟着三黄三黄，哇，你们都是知道的。你们都是认识的，我手洗了的哈，哥姐帅吗？我手洗了的。这个的话呢，你们平时有没有经常熬夜的？有没有经常熬夜的哥姐叔帅们？有没有喜欢喝酒小喝两杯的哥姐叔帅们？有没有喜欢抽烟的哥姐叔帅们？有的，我们公屏上面扣一，我看看有多少。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煮水喝。阿祖们这边建议你们去煮水喝，酒是伤那什么的，对不对？酒喝多了它是伤那什么的，这个东西它是护那什么的，知道不？哥姐叔叔们，所以我更建议你们拿去煮水喝，煮多少一次？我们煮个大概10克左右，两个手指头这么大小一块，知道不？煮20分钟左右去喝。对对对对对，这个旺财说的特别特别的好哈。对，一定一定要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哈，哥姐叔叔们，也可以磨粉，也可以煲汤，都是可以的。但是更建议啊，主播更推荐你们去煮水喝，知道不？哈，哥姐叔叔们，来，想不想要这么好的三黄？想要的哥姐叔叔们，把小一扣在公屏上。想要这么好的东西的哥姐叔叔们，把小一扣在公屏上啊！像阿强哥一样特别，对呀、啊、对呀、啊，阿强哥今天不来了，阿强哥我今天联系不到他了。我今天联系不到阿强哥了，哥姐叔叔阿姨们，来，想要这么正宗的三黄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把小一扣在公屏上啊！全部给你们问一下价格哈，三的股份啊，这个嘛，三的股份五根啊。雪生也能煮火喝吗？能，太能太能了，知道不？太能了。我老公天天喝酒应酬，我就煮水给他喝，真的。咋个说的嘛？这个啊，你咋买嘛？我这个啊，我这个炒这个恼火的很。300块钱一斤嘛？300块钱一斤啊？哦，300块钱一斤扛不起哦。哦，这个你看嘛，那个颜色，这个东西好不好？你只需要看颜色。颜色。那就杂树上面的沙黄的话，它颜色不会这么金黄金黄的。哦，杂树上面的它就不会那么金黄的。哦，你看我颜色。你们看这上面还有青苔，看到没有？哥姐叔叔们，还有青苔，这样子的。有青苔，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森林里面给它找出来的，知道不？而且它不是你们外面看到，你们外面看到的什么三黄，是不是这么大一块的？这么大一块，特别特别特别的黄的，是不是？因为那是人专门给它培育出来的，知道不？装纪念可以的哈，可以的啊。阿强哥呢？等一下我们打电话问阿强哥在哪里哈。我这是九州的老三黄。你烧一点，烧一点，压稳啊。嗯。你烧一点，直接直播间的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知道阿强哥收多少的？不要把这记错了，这个小妹妹她记着呢，这个小妹妹她记着了哈。有没有知道？对，有年轮的，它这个一圈就是一年，它没有那么大的哈，它是小小的，因为它是正宗的，知道不？哈，来这样子，哥姐叔叔阿姨们，200，200，我之前都是收200的，不是我之前收200，是阿强哥之前带着我一起去收的时候是200收的，是不是？来，哥姐叔叔阿姨们。不需要260，不需要260，认可200这个价格不？想要这么好的品质，用这么好的价格买回这么好的品质不？想要的把200扣在公屏上，想要的把200扣在公屏上，好便宜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一手货源，我们直接在大山里面的农户手里面收的。如果这个走到你们手上，从你们外面的。就是经过了层层中间差走到你们外面了的话呢，那不是200，那400都不止，600、800、1000、2000的都有，知道不？啊，所以买山货一定要去，不管是不是在阿全部直播间买，去那种就是真正的自己找的那些农户手里面去买，知道吗？哥姐叔叔们，不要去踩坑了啊！200可以不？200给你称了，全部称完吗？全部称完，来嘛，来，给称一下嘛哈。嗯。
没有，肯定好好买，还好好好买过是不是？你买过非常好是不是？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哈，如果来欢迎所有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哈，欢迎你们来到阿朱墨的直播间。此时此刻你们不知道阿朱墨在干嘛的，阿朱墨现在在给你们收商货，再收一个桑黄。我问一下直播间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平时经常熬夜的，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的，喜欢熬夜的人是很那啥的，你们都知道的。有没有经常抽烟的、喝酒的？有没有经常对着电脑久坐的？电脑辐射大，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还有这个三黄，老年人、中医那些人，他们是拿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说他可以，就是，阿主播这边是不能跟你们多说的，你们可以去自己去了解一下，知道吧？十一斤哈，好，你打一本出来就可以了。哦，我打一本，我一本还在台子里面的。好。来，看到没有，这个东西是很稀缺的，它是树上的，知道不？它在我边上撑的，我看着的哈。煮水煮多少三黄，大概两个手指头这么大一块就可以了，要煮20分钟，把水煮成金黄色的哈。只能弄一堆是一个腰腹的吃的，你一点把腰腹的吃也不是嘛。哈，两百我都给你称好了11斤嘛，哥。200啊？啊，我不说了200的。你没说200呀？我说260。你，他不是说的200吗？哎，我先说是300，你说是少一点，然后说是我说260嘛，你说要得，你就收了260的，我以为是260。我们不是说的200吗？哥，260，这个东西200咋可能收得到嘛？这个外面是500-600一斤的。260，你看这个颜色久不久着？三花其实你只需要看它的颜色。是我们搞错了吗？要不我就不，你260不收的话，那我就不买了。我这是久着的老33花，你看它颜色。那杂市上的三花的话，100多都买得到，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只是久着的，你看它的颜色。那不收了，该结束啥吗？是不是？贵了。260。260，那。你不是我觉得吗？因为我刚刚跟他们说的是200，是不是啊？我刚跟200块钱咋收得到？200块钱是收不到的。不说了，那不说了，不说了。收不到的。对，没办法了哈，哥就说不好意思哈，是啊，全部搞错了，是他听错了，我们没有，我说的是200，他说的是260，是我们搞错了，好像我们之前是260收的，是不是？我们之前是不是？我直播间有没有老粉在的？看吧。我直播间有没有老粉在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我直播间之前阿强哥教我收的是多少收的呀？是我把价格给人家搞错了吗？200块钱你收不到的，我就是整做了老33花。我直播间有没有我之前也是我跟阿强哥一起收过，我忘了阿强哥一起收的时候是多少收的，所以我是想要就是更为所有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去考虑，我是能砍就砍，就结果就忘了，人家找这个东西也不容易。我就只顾你们，没有顾人家。260是不是？上次收的是260，1200，1260，以前到底是260，200我买了，那你不买了。哦，他要260，那要不要给他收呀，哥姐说嘛？他要260，要不要给他收呀？你看你之前都收到260，那这个东西你看嘛，价格都是统一的，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大家心里面都不平衡了，是不是嘛？你之前都收到260了，同样我这个是找这个东西很辛苦的。对，我之前是好像是收到260哈，我明天阿强哥来了，我再具体的问问他，我忘了，哥姐叔叔阿姨们，阿朱墨第一次做生意就已经这样子失误了，哥姐叔叔阿姨们，不好意思啊，一直在等这个东西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对不起，不收，哎，不好意思哈、啊，没事，抓起来没、哎？不好意思啊，不收是不是？他说了200都收了是不是？但是人家后知后觉吧，可能对不对？人家可能后知后觉，人家也在了解市场价呀，这个东西外面卖的很贵呀。人家觉得说只要差一点点，对不对？比如说你我们的现场只差个一点点，只差个几十块钱，只差个100块钱，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了，因为拿到现场去卖也不容易，也要摆着卖，对不对？那人家相差大了的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知道不？哥姐叔叔阿姨们。上次说的是你把钱给切割了吗？来，我把钱给你付了的哈。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先把给他钱给他付一下，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把钱给他付一下，然后我把那个
把钱给他付了过后，我们就是再打电话问问阿强哥，就是看他接不接，好不好？看他接不接，好不好？